台湾王爷壮烈南国星大天府五湖潜水进香旗夜灯演艺活动，8月14日情人节暗暝特别推出了全球昆星王用爱互动直播活动，借此来发扬着夜灯的文化和互助互爱的精神，并播出金曲歌后詹雅雯演唱的活动主题曲《咱拢是囡仔》。我的市长也特别到场来参加，并支援疫情早日来平息，夜灯文化持续来创新发扬。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晚会啊！你可以知道，我们在这个疫后哈、啊，文化部来举办这个活动，那由台湾昆声总庙的我们南昆声大天府的各位好朋友，还有全世界哈、啊、有十大这个宫庙一起来举办，我们真的觉得非常开心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，也希望说借着这个晚会可以让大家对义正啊、互助啦、善良初心，大家有一个新的概念，也能够让许许多多的好朋友在疫后呢能够回复初心，大家快快乐乐的度过一个这疫后的新生活。那也希望说借着这个晚会，大家保佑大家都能平平安安，王爷一定会保佑大家的。